坐上高级餐厅的大圆桌，把玩银色刀叉。他们不是在等着用餐的小朋友，而是来自新北市的偏乡学童，特别来到深坑知名的国际饭店学习西餐厅礼仪。我们举办了这次西餐礼仪的活动，那我们让他们在这个小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能够清楚未来他长大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国际上的礼仪，为他的未来做充足的预备。深坑知名饭店为了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与国际狮子会合作，邀请位在山区的平溪国小及金童国小100多位小朋友前来体验西餐礼仪课程。业者大方献上真材实料，让小朋友享受一段难得的用餐回忆。办这次的西餐礼仪国际礼让活动让小学生们在偏远地区的学生们体验到这个城乡的差距，拉近城乡差距。有精致的西餐料理，又可以学到丰富的餐厅礼仪，大伙度过了一段愉快又具有知性的学习旅程。记者王晨欣采访报道。